迎收看107年12月5号的港都新闻，我是黄兰君。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环保局从104年开始推动企业煤核认养学校计划，进行环境场域改善工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效减排将近1000公吨。迎接温馨12月，左营区新上国小举办祈福点灯仪式，装点校园充满圣诞气氛。学生也准备多项歌舞表演，庆贺新上国小创校20周年。ACC 国际人道救援组织致力助养非洲孤儿，其中赖索托的 ACC 孤儿院特地来台交流，首站来到桂林国小，双方初见面都献上各自最具活力和特色文化的表演。这两天有停水的消息，所以要提醒民众又到了缺水的季节，如何加强宣导节约省水的观念。环保局近几年来是透过煤核企业认养学校进行场域的改善工程，统计4年来共有66个事业单位参与，完成了53处的校园环境改善，预估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将近1000公吨。校园里一间间的教室有电灯、电风扇，如果是特殊学科教室，可能还有冷气设备。如何让这些电器用品在使用中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对地球暖化的危害？环保局从104年开始推动企业煤核认养学校计划，进行环境场域改善工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效减排将近1000公吨。大概累计有66个场所投入了差不多700万的经费，那这几年下来预计的估算的减排量大概是1000公吨。那这个除了说对减排有帮助之外，其实某种程度上学校的部分在水费跟电费上的节能也是相当可观。这项合作减量计划参与的企业包括中钢、中油和台电公司之外，还有李长荣和长春集团等66个事业单位参与，投入金额700多万，进行各项照明和省水设备的改善，主要使用节约标章的设备，希望带动绿能经济的发展。学校的部分其实能做的很多啊，像教室的灯管如果能换成 LED 灯，或者是那个洗手台去做一个节水的设备。大家也知道现在台湾可能会那个极端气候下水量很不平均，所以能够有水的时候能够尽量省。环保局也鼓励企业参与节能减碳的行动，从改善制程开始做起，协助整体社会改善环境品质，为爱护地球永续发展尽一份心力。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为了迎接温馨的12月，左营区新上国小每逢圣诞节前夕都会举办祈福点灯仪式，不但把学校装点的更加是充满了圣诞节气氛，学生呢更是准备了许多歌舞才艺表演，庆贺新上国小创校20周年。校长王彦炎希望借此机会来培养学子感恩惜福的情操，点亮自己也照亮他人。新上国小幼儿园小朋友穿上旗袍，复古装扮，动感表演《夜上海》，可爱又吸睛，为新上国小祈福点灯欢乐揭开序幕。为了迎接温馨的12月，左营区新上国小每逢圣诞节前夕都会以祈福点灯仪式传达师生祝福感恩心意。1999年的9月21号发生了台湾的921地震，从那时候开始，新上国小就发起了一个岁末祈福点灯，为了台湾的未来，为了我们的灾民们，那么发起了让孩子跟老师跟家长一起集资募款。而今年适逢新上国小创校20周年，学生接二连三带来直笛演奏、合唱表演，充分展现学科以外的优异才华。此外，最让学生惊呼连连的，莫非英挺帅气的警察局观光缉警队，缉警队员骑乘骏马绕场，和学子互动零距离。孩子就是要给他机会，所以我们在教育上叫做教育上的机会均等，就是不管哪一个孩子，他都一定有他的才华，我们老师都要去发掘，然后能够给他表现。所以我今天新上国小，不仅是在音乐方面、才艺方面，还有一些饮茶、茶道方面，
就是让他们各有不同的表现。今年圣诞树布置依旧设置在一楼穿堂，一张张师生亲手写下的心愿祈福卡点缀其中，特别能让人感受到浓浓温馨节庆氛围。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因为我有一个同学有一次生病，然后还要来学校，结果就很不舒服，然后最后就是发现他伤到脑袋，然后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我写那个世界可以和平，然后不会有战争。为什么要写这样？因为很多地方很多战争，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就很多人会死，所以希望可以有多一点活着。新庄国小校长王彦炎与教育局长王静燕和多位贵宾一同为圣诞树点下璀璨灯火，象征回报感恩过去一年平安，并祝福新的一年喜乐幸福。港都新闻李一清、罗少君采访报道。国际人道救援组织 ACC 致力于助养非洲的孤儿，其中赖索托的 ACC 孤儿院为了拓展院童的视野，特别来到台湾展开文化交流之旅。首站行程是来到小港区的桂林国小，双方初次见面都献上了最具代表性的舞蹈表演，跨越了种族和语言的限制，场面热络。小小身躯打起鼓来却气势十足，这是桂林国小为了欢迎来自非洲赖索托 ACC 院童所带来的迎宾序曲。 ACC 是国际人道救援组织，致力助养非洲的孤儿，并为他们提供完善的学校教育。其中赖索托的 ACC 孤儿院这次特别来台与各校交流，首站来到桂林国小，双方初见面都献上最具活力和特色的文化表演。首先由桂林国小的小朋友尽地主之谊，带来活泼又可爱的舞蹈表演，并献上学校吉祥物给 ACC 院童，看看他们收到礼物后绽放的笑容，场面十分温馨。ACC 的孩子们也不遑多让，以清澈的歌声献上非洲传统歌谣，两国文化交流擦出了火花，让双方小朋友都觉得十分有趣，甚至还说要向彼此学习。这次看到他们这种精湛的演出，觉得我们自己应该要提升自己的技能，让我们自己就是比较充实自己的生活。你们可以加油，成为更好的人。我们可以加油，谢谢。就是表演得很棒，阿没话说的。希望他们可以努力，用功读书。我们创校35年来第一次有外国的孩子来到学校做交流，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安排了非常多的活动。其实不单单是为了让赖索托的孩子体验，其实我们自己的孩子也都可以一起参与，把小朋友带到学校来去跟我们每个地区学校啦，小学、国中、高中、高职，甚至大专院校，那我们来去带小朋友增广见闻，来去跟各校做一个文化的一个交流。短短半天交流活动，不论对赖索托 ACC 院童还是桂林国校的小朋友来说，都是最宝贵的经验和回忆。虽然来自不同种族和国家，但在这天里，彼此的心零距离。一二三，耶！港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左南区新科议员黄文志父亲是资深议员黄石龙，这次呢在竞争激烈的选战当中顺利出现，将要接棒父亲的选民服务还有监督市政的责任。黄文志说，包括炼油厂转型规划、引进高科技产业、增加年轻人的就业机会等，都是他要继续努力的重要市政议题，希望不辜负选民的期待，为地方乡亲谋福利。才刚选完左南区新科议员黄文志，已经开始到基层会勘，回到服务处之后又忙着接待访客。虽然行程紧凑，但是黄文志脸上始终保持亲切的笑容，因为他将接棒父亲黄石龙议员的职责，持续到议会为民喉舌，反映民情，为预算把关，监督市政。心态上的转换，那以前当助理的话，可能就只是回报回服务处，那现在的话
因为像今天自己去跑，可能就要自己去实地、更实地的去了解问题，然后去替民众去思考如何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跟方向。拥有英国吉尔大学硕士学历，主修国际关系，黄文志在父亲黄时龙议员的身边蹲点见习两年之后，对选民服务工作不陌生，也希望无缝接轨，督促五轻炼油厂的转型发展议题。在104年迁厂之后，我想在地居民比较关切的是未来如何要重新规划，就是中油整个厂区，那在污染的厂址的部分，那文字这边也会持续的替地方乡亲来做一个监督，那未来也会跟地方乡亲来沟通，并且讨论看如何利用中油这个厂区，那来活络我们后进的一个整个方向。黄文志强调，左南地区长期受到高雄炼油总厂的污染，地方乡亲坚决反对高污染产业继续存在发展。他将严格监督炼油厂转型后的产业趋势，以年轻人的角度和思维督促市府为地方打造更优质的生活环境。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社福团体经营困难，经常需要靠募款，如何吸引民众的注意呢？社会局和台湾数位文化协会合作，辅导社福团体架设网站，不但要学习影片拍摄、义卖商品来募集资金，甚至运用了 VR 科技体验身障者生活的不便，希望让社福团体能够加强网络的行销，扩大服务能量。戴上 VR 眼镜，即使是身障者也可以体验划独木舟的乐趣。另外，从 VR 眼镜看东西，体会眼疾人士的视力障碍。这是市府社会局和台湾数位文化协会合作的成果展，运用 VR 科技体验身障人士的不便。从网络更简单的操作，可以带来更多资源。这个逻辑，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服务技巧跟能量逐步的带到组织里面。另外，这项培力课程中还辅导社福团体学习架设网站，在网站上接订单、义卖商品，或者拍摄宣传影片募集资金，运用网络资源让社福团体的运作更加顺畅。也是希望透过3C 这个资讯的那个力量能推广得更好的，所以我就鼓励我们的社工去参加这个计划。这样网站其实也不只是行路的功能，那它也可以放上一些我们的有关的消息。培力计划以实作训练和行动辅导方式提升社福团体的服务职能，创造高雄社福量能升级，透过成果展现和心得分享，希望能够冲击更多想象力和可能性。希望借由一些新的这些单位来做分享，带着大家看到更多，然后可以善用更多，让自己更有能量。为社福团体增能培力一直是市府社会局努力的目标，增进数位智能可以协助善用资源，让组织提升服务量能，形成公部门、社福团体和捐助者三赢。港都新闻李怡晴、赖昌邦采访报道。尽管说现代化的复合式量贩店里面都设有美食街，但是隐藏在传统市场里的在地美食呢是很难被取代的。今天就要带大家透过镜头前往苓雅区的三和市场，听说里面呢有一道已经传承了40年的古早味樱花虾炒米粉，因为老板用料实在又新鲜，坚持好味道，也让许多吃过的客人都成为店里的忠实顾客。说到传统市场，不外乎想到的就是许多卖鱼卖肉卖菜的商家，而苓雅里的三和市场里不仅能买到料理时会用到的基本食材，还有许多台湾的在地传统小吃和人气店家。来到这家猪血汤，最推荐的组合就是叫上一碗樱花虾米粉炒配上综合猪血汤。看看店家猪血汤用料毫不手软，汤头使用猪血、猪肠等多种食材熬煮而成，非常够味。好吃的秘诀就在于老板使用当日的现宰猪，才让这个朴实的好味道屹立了40年。米粉是妈妈的大阿姨在后面，他们自己制面做成的啊。然后我们的猪血汤就是早上菜市场杀出来的猪，它的内脏来现宰的猪肉来做成我们的猪血汤跟炒米粉。要吃的朋友们，我们都早上6:30开始，到中午1点就打烊了。很多人都慕名而来，都来到我们这企业在问说是在哪里，就是这家，就是这家
是这个好吃，确实好吃的机会大增。而另一家鸭肉摊也是市场里的人气店家。这道鸭肉是咱市下来上盖好吃的，啊，那到到年节时哦，会使讲，若要买就爱排日，提早订啊，有可能买无。台长送过来，然后就新鲜现做，对，然后就送到市场卖，都妈妈自己做的。还有，像是水饺、卤味、春卷、咸水鸡等美食，都是市场里挂保证的好味道，都欢迎民众来品尝哦。在买菜习惯从传统市场转到量贩店的这时代，三和市场里有着许多传承并飘香多年的在地美食，有店家坚持的好味道，才有从小吃到大的忠实顾客，也是生意兴隆的关键所在。港都新闻张世明、夏尔欣采访报道。市府文化局推出以住代户的方式为老旧眷村注入新的生命力，其中呢，以发掘社会创新为主题的共老俱乐部就开办了创意精工的课程，请大家拿出阿嬷时代的老珠宝进行设计加工，有人就把耳环改造成戒指，项链变成了别针，创意十足。从妈妈的首饰盒里找到这对玫瑰珊瑚耳环，不过耳环底座已经坏掉了，张小姐就把这对耳环拿到课堂上，打算改成戒指。因为家里会有很多女生嘛，对，那可能是阿姨啊、表姐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有这样子的，对，可是我是不舍得，她放在那边就是长灰了嘛，所以就再把它拿来重生一下。黄同学则带来奶奶的项链坠子，和老师研究后打算加上银线做成猪的造型，再回送给奶奶，希望改造完之后可以就是再送给她，然后赢一个好彩头，就是明年猪年，祝她可以诸事大吉。这堂精工课程专门传授老珠宝翻新技巧，更特别的是上课的地点也是一栋老旧眷舍翻新后成立的共老俱乐部，里面还有一项在美国流传已久的祖母花园拼贝艺术，在一股老旧翻新的氛围下进行创作，别有味道。那也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就说，哎，这个是阿嬷做的，阿嬷做的饰品，那妈妈可能我又做了一些修改，让它更华丽一点点。因为手缝可以保存的时间有170年，那它可以留给子孙，就是说如果三代来说了，170年三代绰绰有余。这栋眷舍是市府文化局以住代户案由高发会取得成立共老俱乐部，内部空间进行局部的创意翻新，但仍然保留一部分的陈旧氛围。他现在的年龄其实也跟我们现在在高龄的倡导是相同的，那整个环境跟我们的相互资源其实都是搭配上来，所以我们当时选择这样的一个环境。超过60年的老眷舍经过整修后重新赋予生命，而在共老俱乐部里把老物件重新整理，成了焕然一新的样貌，让老物不旧更显新意。港都新闻李义清、赖昌邦采访报道。高龄化的社会，我们来关心银发族怎么安排生活。前镇区原住民文化健康站里，因为参加活动的长辈都是从小就来到都市生长的，因此对于传统的原住民编织文化呢是非常的陌生，因此健康站就特别邀请老师来教大家编织课，用传统的编织法完成了包包还有鱼篓等生活用品，不仅是美观实用，更可以传承原住民的技艺文化。原住民文化健康站里，老师仔细教长辈用原住民传统的田字编法，将这10多条打包袋编成一个个的结，就能制作出像这样坚固又好看的实用包包。我会给他们很多颜色，然后他们去挑，然后他们会想说要编这个，然后有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图腾，然后他们会想象，然后再编上去这样子。镜头前的鱼篓包和侧背包都是经由长辈的巧手所编出来的，阿公阿嬷都好喜欢来这里上课，就是因为除了能 DIY 使用的手工艺品外，还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互动，增添生活乐趣。而透过这样的编织动作，让手指活动也能有效延缓老化。我们再怎么不会做，我们还是要学，要等老师指挥给我们的步骤，就做完的话，就自己也是很高兴，得到自己的产品。每天在家里过孙子哦，很无聊啦。啊，有这个课程哦，要上的话，就对我们来讲是很好啦。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哎，对啊，有那个概念啦，已经那个父母亲在做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就开始慢慢学那个
老人家的艺术啦。原民文化健康站里的这些长辈都是住在前镇小港地区的平地原住民，这里对他们来说是生活重心，不仅是因为课程有趣，更是传承与延续他们文化的一个重要据点。港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三民区福气合体社区关怀站长期呢也是为社区的长辈规划许多的课程和活动，最近一堂手机平板课就教导长辈来学习如何使用手机软体 APP 来拍照并且制作成文件。厉害的是长辈们不但很快就学会了，而且马上就能够应用，展现超高的学习兴趣。福气合体社区关怀站里，阿公阿嬷拿着手机平板认真听着讲师讲解生活实用 APP 的使用方法，过程中遇到问题还会踊跃跟老师进行讨论。这是手机平板班教导长辈进阶的手机使用技巧。手机的使用，让自己手机的使用帮助你在生活上运用，就是这样子。所以说策略大概是让长辈快乐啦，轻松一点学啦，学不会再多学几次就好啦。用软体拍摄文件就能轻松记录下清晰的照片，还会帮你自动裁切，使用在证件扫描上十分方便。这些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的好用 APP， 长辈来上课后都比子女更加了解。因为以前问他们，他们不会教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问，那现在老师教的我就知道怎么要提问，那我在学习就很快。对生活很有帮助。对啊，非常有帮助。透过参加关怀站的课程，让长辈学习如何运用手机的使用工具，并发挥到日常生活。以后在遇到使用上的问题，不但不用求助于子女，还能反过来教他们，颠覆阿公阿嬷不会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印象。港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由青联港都有线电视主办的一同分享好时光公益园游会，十二月八号星期六下午2:30到5:00，在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追风广场举办，邀请您认购或自备善良，一起帮助弱势孩童。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晴时多云，气温19到29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时阴，有下雨的机会，气温是19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晴时多云，有下雨的机会，气温是16到27度。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黄兰君，我们下次再会。
上水的风景是人，高雄上水的所在伫咧区里。袂歹。一步一区，一卡一里，阮做伙来用心发现上水的你。每礼拜四下午九点，请准时收看《上水的你》。自从接下爸爸的牧场，我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让更多人接受羊奶。我相信，只要坚持，一定可以让大家都敢尝试这最在地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生命是一种延续，成长是一种蜕变，美丽是一种力量。用爱传递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青莲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每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我这几年来会安尼做，是希望会当传承落去。